反正你的目的就是逃脱我二姐的魔掌，那你就搬来我家啊，跟我们一起念同一所高中。你爸会同意让我住进去吗？他也不怎么喜欢我。不会太扯啊，搬到你们家住一天而已，他就什么都好了。既然朝天已经安顿好了，你是不是要趁这段时间跟江仁杰把关系处理好？我们离婚吧。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，台视频道《一个屋檐下》。感谢稳堂太宗秋葵苦瓜饮冠名播出。